欢迎收看 Web TV 网络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不用王宏恩，我是罗文宇，这位是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reeze Live 蔡恩宇。蔡恩宇，真的哇，真的，你算是第一个我们从国外请过来的艺人。对，最近流行 EDM 的风格。对，我刚私下跟魏讲，我不敢得罪其他人，但是你是我听过最好的。哦，谢谢。正好网络大明星已经破一年了，对，超过一年了。哇！而且我跟你讲，你是我们录的第31集，对，31，就是人家说30是完整的一个数字嘛，你是完整后的第一集，重新，对，重生的第一集，好不好？今天既然来那么会唱，我跟你讲，不能让他随便就可以来唱打歌，我们还是要考考你，看他的临场反应。比如说我唱一句或停在那个字的最后一个字，你要用那个字去接下去。我摔到分手，安全感不够，你选择向前走。走，停，停啊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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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哦，有哎，走吧，哦，走吧，我接八是八，哎，很难嘞，八难嘞，哦，哎，这样会不会有点自入？巴拉巴巴巴 ，I'm the baby。那这样恩宇算过关了，太简单了。那就这样，好好问一首新歌啦。有没有？我们有一个快问快答的，好好，完全没有让你可以思考的空间。我再问二选一就好了，好了，不假思索。OK， 你喜欢什么就直接选出来，好不好？吃饭跟睡觉，睡觉。臭豆腐跟鸡爪，鸡爪。大鲜肉跟大叔，哎，小大叔，大叔，小大叔跟小鲜肉，大叔。OK， 好，那下一题应该很好答。周汤豪跟罗文玉。罗文玉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，王力宏跟王宏恩，王力宏，你，停车停车，朱浩仁跟周星哲，周星哲，好，主动告白跟被人家告白，被人家告白，哎呀，性感妞跟帅气女，帅气女，因为是我嘛，对吧？哎呀，不错，很像啊，素颜跟大浓妆，素颜，我不喜欢化妆，那摸蟑螂跟吃蜘蛛了，摸哦 ，OK。哇塞，其实我觉得这就结束了，好，对，还蛮简单的。最近有带来新的作品，是不是要有？哎哎，整个跟衣服穿的很红哦。在唱这首的歌之前呢，我要先送两位大哥我的新专辑。哇，因为呢，这次就是我活了20年来的第一张专辑，叫做《Burn》，所以如果大家还没买的话，大家可以去买哦。来，我想着太阳在这山路上。在网络上，这个网络社群的声量真的非常的高，很旺。而且呢，今天特别邀请到网络上甄选到一个神秘嘉宾，欢迎蔡恩宇的骨灰级粉丝。哎，你是第一个上网罗大明星的素人，对，跟艺人可以一起上节目，哎，真的把握这个机会哦。对啊，怎么会喜欢恩宇？你喜欢他哪些部分呢？哦，从之前 cover 的时候。哪一首歌？从派对动物最之前比较。派对动物是我第二支 cover 的 MV。对。哦，第二支你就注意到恩宇了。恩宇自己也喜欢
你弹弹弹唱唱这样。对啊。那你会弹恩宇的歌吗？我会。哪一首？我有练那个 I Love the Sky。As I look up to the sky。你是做什么的？驻唱歌手。驻唱，难怪啊，他音很准，音很准，真的很好。那现在我就要把这个专辑送给他，谢谢，谢谢，希望你会喜欢，然后希望你会追逐你的梦想啊。我要送大家的礼物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的专辑。耶，什么简单？不简单，不简单，有签名的耶，签名，而且花那么多，待会会签。那么多的心思，问题就是在这一集的网络大明星里面，刚刚有唱的哪几首是我在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嘞？新歌，如果你知道的，请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，然后呢，公开分享这个影片，我会抽出三位幸运的朋友，把专辑签名送给你。耶，哎，签名的哦，你看真的哦，这不是印错的，是真的签名的哦。对哦。Okay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 Web TV 网络大明星成功。